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，感谢收看本频道。2021年7月25日，对于周深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这一天是他出道7周年。在这天，周深特意发了一段视频，在视频中周深跟歌迷以及粉丝说了很多，并演唱了一段歌曲。这段歌曲给了粉丝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因为它是周深自己写的歌，虽然只有一段副歌，但却是周深想对粉丝说的话。这段副歌是周深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片特别特别美的晚霞，然后有了灵感，写了这样一段副歌：春风啊，你曾吹过他的脸，告诉他我的思念绵延到一天又一天。夏夜呀，你可否照亮他的眼，看清我不愿的离别，却不得不说再见。这段副歌很短，但是在周深的演唱之下却非常美。周深演唱之后又说了为什么会这么写，周深希望自己如春风一样，或者如夏日一样陪伴在粉丝身边，因为周深很感谢粉丝，让他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很有意义，让7月25日这天也变得有意义。周深希望能唱更多好听的歌陪伴粉丝。除此之外，周深还特意解释了为什么副歌最后一句是却不得不说再见，因为周深觉得人生就是面对和认识的一场场离别，然后欢迎一次次遇见。周深希望粉丝享受他们之间的每一次遇见，坦然面对每一次离别。这段视频可以看出周深非常真诚，可以感受到周深对粉丝的感情，再加上一首周深自己写的歌，惊喜满满。在听完周深的演唱之后，第一想法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听完整版，毕竟虽然是段副歌，但它的完成度很高，不是只有歌词，而是连旋律都有了，相当于周深对这段副歌既做了词又做了曲，那么完整版的歌曲应该也不远了。有这种想法的粉丝应该不少，否则周深也不能够在评论区留言喊话粉丝别抱太大的期待，还说他不会写歌，全靠灵感，如果硬憋出来会很不好听。而这次副歌就是一瞬间的灵感，上一次灵感是几年前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的曲，虽然有点打退堂鼓，但是通过周深的这段话可以明确几点。第一点，这首歌曲应该短时间内出不了完整版，所以周深希望粉丝的期待值不要太高。第二点，这首歌曲肯定会有完整版，并且呢还会发布，毕竟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，但最终他还是发布了，而且歌曲非常不错。既然周深拿可他爱着这个世界举例，那就说明这首周深自己写的歌会有完整版，而且呢会发布，因此粉丝只需要慢慢等待就好，也不需要一直提醒周深，以周深的性格他不会忘了这件事，而且慢工出细活，如果时不时的提醒周深，效果反而会不好。当然也很理解周深粉丝的心情，毕竟随着周深发展越来越好，舞台越来越多，热度越来越高，演唱的歌曲越来越多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周深，而人红是非多绝不是说说而已。周深火了之后，有很多人开始吹毛求疵，因为周深的实力很强，在唱歌方面已经很难挑出毛病，于是很多人拿周深不会原唱说事。可是纵观整个音乐圈，不会原创却功成名就的歌手有很多很多，这些年因为重视原创，重视唱作人，再加上很多火的歌手都会原唱，让网友对原创变得非常关注。一些网友开始拿能不能原创去评价歌手，却忘了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话，歌手有很多种，原创歌手只是其中一种，拿其中一种的成功去否认其他类型歌手的成功本身就有问题。但不可否认，因为大量的宣传，原创已经进入人心，想要改变，与其一直解释，还不如拿出原创作品，拿原创作品告诉那些网友，周深也会原创，作词作曲都会。当然，那些质疑的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借口，因此放平心态更重要。要知道，喜欢一个歌手只是因为他唱的歌，至于歌是不是自己写的很重要吗？实际上并不重要。别人的质疑重要吗？也不怎么重要，周深发展越来越好，成为最火的歌手之一才更重要。因此，希望周深的粉丝去享受周深演唱的歌曲，慢慢等待这首周深自己写的歌。至于其他，真的不重要。周深说，视频踩点，人生一大难事，可见这个视频他应该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为我们周深又费心了。他穿着白色胸前大兔子的 T 恤，搭配凉爽短裤，舒适自在，
今天是他出道第七周年，他在微博中说，我都出道第七年了，话不多说，看视频吧，因为视频里说太多，含着眼泪，内心十分激动的一遍一遍看着视频，只想说有你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。他就是那个可爱呆萌又特别有趣的歌者，他热情地与我们打着招呼，认真数数，说自己出道第七年，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，很开心自己能够成为歌手，很开心我们能喜欢他的歌声，三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五分之一，六分之一，七分之一，八分之一，还是自谦是一个新人。他又将自己灵感乍现写给我们一小段副歌唱给我们听，春风呀，你可曾吹过他的脸，告诉我我的思念绵延到一天又一天，看清我不愿的离别，却不得不说再见。太好听了，歌词写得也特别棒。他一直在感谢，但是我们更想对他说感谢，感谢他的歌声的陪伴。他总说，因为我们，他觉得自己唱歌更加有意义。欢迎一次一次的相见，坦然地面对每一次的离别，真是一个暖心的大男孩。今天因为有他，变得格外有意义。他的祝愿也是简单明了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做自己最喜欢的自己。这就是周深，单纯善良的一个宝藏男孩。他知道有他的歌声作伴，我们会格外的开心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才更加美好。